灾难最荒谬的一天就是今天。到底事情有多荒谬，得从Sandy找嘉宾开始说起。这次为什么会想要真心来担任这个小学妹的嘉宾？你要听实话吗？对，实话就是孙淑欣可以不在台湾。他就是小学妹很有义气，打电话跟我说：“乔，孙淑欣不在台湾，你觉得我要邀谁？”这么没礼貌，那不然我嘞？那我在好了。这么没礼貌，真笑不真？我还做了一件更没礼貌的事，我还问说：“你很贵吗？”能省则省嘛！三弟吴珊如为自创的拌面品牌举办记者会，找来好友曾俊乔、郑泰，两人当场拼主意，却状况连连。谁在不滚？我员工全部都滚。等一下回答，多出比较少的人呢？还有另外两张奖。太严重了吧？天堂要加吗？没有，还是一砸。滚了。员工赶快滚，然后火一直好不容易大上来，但是也没有老板的火大。